呀！哇塞！同志们，大菜来啦！大菜来啦！这儿没有，搁中间吧，搁中间啊！奴役，你给我回来！奴役，求求！来来来来，同志们，同志们坐，还有一道菜啊，得现场做。大蒜？不是，辣椒。对。哎呀，哇，今天菜好丰盛哦，好丰盛啊！今天所有的饭和菜都是胡军老师亲自下厨做的。还有我的宝贝儿胡浩康，没有他我是做不出来的。康康，呱唧呱唧，必须的，真的香哈！我们在后面给喂孩子，然后我们站着吧。太棒了，来，鸭子不辣，香肠也不辣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可以吗？尝过我拌的肉。对，这是粉蒸肉，是康儿抓的。谢谢康儿。美味津津有味。跟大家伙说啊，胡军阿哥呀，今天是特意从美国赶回来给咱们做这顿晚餐。好像还有康康特意从美国回来，也带了很多礼物给大家，是吧？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为什么送给轩轩啊？这个？那个头盔。这是头盔。哇！你角斗士的角斗士的头盔。诺伊。诺伊。条龙。给你的，谢谢哥哥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？他说这个长得特像大俊。嗯。这个给你。哇，这么亮啊！我也喜欢项链。啊，我也喜欢项链，怎么办？这个是真的宝石做的，然后是他们印第安人手工雕出来的，真的宝石。谢谢康康哥哥。小公主，给你戴上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切成片儿，穿成花儿。你涮羊肉呢？切成片儿。我来。你来。我的蜜雪。啊，要。这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个。